在花博梦想馆那个期间哦，那个里面有一个跟工研院有合作一个专利技术，它是可劳式那个玻璃镜像的那个部分。如果是说你假设通过这个住宅比较密集的地区呢，有没有可能就是跟工研合作，就是那个玻璃哦，它会通电产生一种影像嘛？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可能就把它变黑了，或者说用一种比较密度高的这个影像不透外，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这种方式来替代哦。那路段过了以后就来降低这个冲击性，这个技术性看在跟工研在研究。那比如其他器官，阳光。